天那个大家都非常兴奋，因为亚洲飞人陈信安要来。高中大学的时候就很常看信安哥打球，我们现在正在做特训，因为我们这辈子有没有机会 PK 把他干掉，就看这一次。我们用真实篮球是不可能赢信安哥的，不过呢，这种小球呢，我相信对他来说一定是很不习惯的。哎呦，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的一切，我只需要你自己会为自己爱一遍，我相信你是不完美 Lucky。 让我们欢迎亚洲飞人信安哥陈信安。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你们的练团室，因为我们4月25号礼拜天有一场主场的比赛，我们有特别邀请831来主场表演。那今天特别来看，他们的练唱的状况。你在监督的吗？我是监督。而且为什么大家今天就是特别的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哪一招？通常是不做这种事情。而且通常镜头不会拍到那么低，好不好？因为团员今天发现鞋垫已经毫无用。对，不用直接放弃。垫个2-3公分是没有意义的。也是有放弃的人，你看我。直接放弃了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高中、大学的时候就有看信安哥打球，然后我本身也是篮球的球迷。因为这次邀请你们来，那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们打球，我觉得我也可以一起来。哦，什么上课要监督，然后打球要洗我们脸？没有，同一队啦，邀请同一队。OK。信安哥，我们今天就有准备一些小游戏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在篮球场，我们是绝对没有机会。可是今天要给我们一点机会，关于篮球的小游戏。是，好 ，OK。没问题，不要是唱歌的就好。Go， 因为那个小球真的太难投了，所以你决定一队15球。对，安哥可以投15球，然后我们三个人总共15球，看总分谁高。赌注就是当天那个表演的歌曲曲目的多寡。我输当天就我上去唱是啊啊，没有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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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安好，我先呛虾一下，就不用 Q 呛虾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其实每一次我们去那个各个综艺节目，是我们都是游戏王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游戏应该不会输得太难看。毕竟这不是真的篮球，对对对，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。那我们就831队先开始，那我们当然就是牛逼先开，好，先开球，来，可以到，耶。我觉得我们输了，我们要被洗脸。
被洗脸。喂。哦。安哥，不要浪哦，不要浪哦！我刚是想要15球全进。哎呦，我的球啊！哦，好险，好险！哎呀，哎，急了！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有压力，有压力。哎呀，会不会进入延长赛？延长赛 ，PK 赛，真的很像球。抛的真的不叫准，那等一下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但是你要先看我进多少。哎呦！哦，哎呀，差一点的，十二是。哦，再35，明明就游戏了，就。不要因为这个上面写多点就。哎呀！比数是5分，八分要3分啊！第三，哎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惊险的比赛。前面我都觉得稳输了，但是我们虽败犹荣啊。但是刚刚安哥说他要给我们一次 chance， 给我们一个败不复活的机会。好，开始先看我们最强的牛逼。对，这样子抛真的用抛的，对。啊！是不是有感觉？没感觉有镜头，你要说有吗？好像有，有被耍的感觉。我不能辜负教练。是。哎呀！要赌服输，输了。好的，哎，我们刚非常激烈，虽败犹荣啊，没有很激烈。我们安哥得到了5分，然后发明队得到了3分，没错。安哥不会是职业的，多大的球一拿到手上？就是真的抓到诀窍了，对，太厉害。然后所以我们会在4月25号呢，领航员的主场，因为我们刚输球了，所以我们多唱几首。没有啦，我们不管怎样，我们会比我们原本的歌单就是多唱一首歌，送给现场的球迷朋友。对，太棒了。当天希望可以让现场球迷们都非常的开心，是这样子。那也可以多多支持霹雳哥这样子。那今天就谢谢安哥到，谢谢，谢谢。4月25号，为你做只马子狗。